太极劈手是一种练功的方式，通过劈手练习可以获得良好的用技技巧，以刚柔的变化巧妙地破坏对方身体的平衡，懂得个性的应用法后可以做到施以施彼，并进入太极拳的体验。太极拳也称为四三式，都是包括五行八卦。五行就是太极拳里的五种步伐，那就是前进、后退、左顾右盼和中定。手动用法有八种，那就是盆、履、以、按、踩、练、重、靠，各为十三式。那么我们今晚邀请到两位师兄，他们是许胜金和李炯洲师兄，为我们示范八卦的手势及它的应用法。我们邀请许胜金跟李炯洲两位师兄上台。没有叫个名字，我们在这里。你们对，我们今晚用两个阶段来表演。第一个阶段是八卦的手势，第二阶段是用应用法。OK， 开始。这是八卦的手势。盆、履、举、按、踩、捏、皱。左边盆、履、举、按、踩、捏、皱、靠、中间、盆、履、起、按、踩、捏、皱。其实这个五种的八卦八卦在我们的管教里面，跟或者是地中一路里二路里面都有它的招式，所以大家有这么开心的人应该对他会一个人说明。第二个项目我们是八卦的应用法。
记忆。左起，按照右底的左起。中起。左按。右按。按可以分为左按、右按，还有一个中按。菜，右菜。斜飞四，斜飞四，好耶！重，很重。对，左照右照横照OK， 谢谢，谢谢，然后谢谢大家。